自己的赛车，不知道怎么跟大家推荐。最近大家都应该都有把手机拿出来，对不对？老人要买票的话，考虑一下，很好看。帮我们拿起手机下载我们的微信推荐绑定好友，你就可以再拿到我们的绑定礼哟。太反应。听到有点声音，是我们自己内场的喇叭，所以就我们就关掉。